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去看看。203在开 party。别看小区不行，装修时候费了不少功夫呢。别的不说，光是灯不少钱呢。这些窗帘都是配套的，知道吗？谢谢啦。那个，来来来，我说两句。来来来，都安静点。我来说两句啊。这个，我们都举起酒杯来，我们欢迎潇潇回国。哎呀，我十点半就要上床，十一点得进入深度睡眠，后来我的皮肤就不行了。是呀，我更惨，我还得回客户邮件呢。这音乐咣咣一阵，26个字母全在我眼睛面前飞，我什么我都翻译不明白了。那，要不然我去说说。行，我去。你好，我是隔壁202的，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说什么？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啊，哎，都小点声，谁也不愿意。潇潇，你这动作也太慢了，你们都快等睡着了。还不是怪我爸妈，全都看这小区不顺眼，唠叨半天才走。潇潇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看你找的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那败家哥哥还在那个别墅待着呢，你怎么发配到这儿来了？哎，你们也发配了呀？大家静一静啊，我有话要说，都过来过来。麦克风没有了。嗯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姚斌替我垫钱买房子，感谢兰兰给我装修，感谢大家给我准备的 party， 谢谢大家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个明白了。现在我要庄严的宣布，起身。大家都知道我这次回来的目的是给我那个败家哥哥争家产。我爸跟他的前妻离婚是净身出户，娶了我妈。辛辛苦苦转下现在的家产，跟曲连杰没有关系。我绝不会把曲家的家业交到了曲连杰的手里。以后啊，但凡提供曲连杰有价值信息的，一律有奖。哎呦！哎呀，我的美容觉了，怎么办呀？我这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？手机。维物业吗？我是202的租户。203的业主好像在开 party， 都这么晚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明天一大早还上班呢。业主怎么了？业主也不能扰邻呐。你信不信？你如果再不快点管的话，我就……好吧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马上上来。关键时刻就看出来这业主跟租户的差别了。今天如果是我们这样啊，他们早就上来了。还真是，哎呀，都1个小时了，吵得我脑子都晕死了。我也是，我这本来觉就不够睡，这下可好，我这明天还加班呢，我这怎么才能起得来呀？找谁呀？你好，我们找这里的业主。潇潇，找你的。潇潇，许小姐，
我们是小区的物业，您刚搬过来，这个庆祝庆祝也是应该的，我们也理解。可是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，您这样会吵到其他邻居的。哦，知道了，现在是10:50，11点，再有10分钟我们肯定结束，好吧？我们也是接到其他邻居的投诉，实在没办法，希望您能退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，来来来来，谢谢你们。这邻居跟我事儿呢。这样啊，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再玩10分钟，想撤的撤，不想撤的我们去外滩，这样你们挑，单我来买。好，大家玩到高兴为止。警察，把音乐关了。怎么了，警察叔叔？我们刚接到报警，有人投诉你们严重扰民，希望你们马上停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将会依照相关条例对你们进行处罚。我们这马上就撤了，几分钟的事儿，还害您跑一趟，辛苦您，辛苦您。放心吧，警察叔叔，我们这儿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别再扰民了啊，这是第一次，给你们个警告。一定，没有下次了。谢谢，辛苦您，辛苦您。抓紧时间散吧。哎，好，您慢走啊。再见。你这邻居行啊啊！好好的 party， 咔嚓！就是的，这也太过分了！现在才几点呢？对呀、啊。啊，怎么样？来，拿什么呀？喂。是不是你们报的警啊？什么报警啊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不是跟物业都说了吗？10分钟，再有10分钟我们就结束了。干嘛呀？我们都是邻居，闹得这么夸张，有意思吗？我们没报警，什么报警？干什么呀？说话就说话，干嘛这么凶啊？你们都吵了一个晚上了，我们不过是跟物业说了一声，干嘛这么凶巴巴的样子？不是你们报的警，那谁报的呀？对啊，不是你们还有谁啊？